朋友过，包青天，铁面无私辨忠奸。江湖豪杰来相助，王朝和马汉在身边。传天书，深情如烟；撤地书，是条好汉。传山书，铁壁神拳；传江书，身手不凡；金毛书，一身是胆。这武术一解金兰，西夏和武艺流传在民间。不行，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，杀了蔡文义，朕就有违祖训，还要留下忘恩负义之名。不，柴家人不要碰，柴文义不能杀。皇上，那柴文义身背三条人命，谋害之人又是边关守将，他目无国法，手段毒辣，若不将他绳之以法，只怕将士不服，天下怨蛮。朕都明白，这些年来你铁面无私，执法如山，朕从来就没有说过一个不字。只是小山王柴家在本朝的地位不同，连皇室都要礼让他三分。杨家胜可以平反，可以加重抚恤，至于那柴文义，你可以关他个十年八载。慢慢的，这件事就没有人不服气。皇上，那柴文义生性残暴，无法无天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朕意已决，你就不必再说了。臣遵旨。什么？要关我十年？不行，在这一天都待不下去，包黑子根本就是要把我闷死嘛。文义，你害死那么多人还能逃过包大人的铡刀，已经是皇上的特别恩宠，你不要不知足。你待在这牢里头也享有三品官的待遇，等过个三五年，爹再去求皇上，求皇上放了你。爹，你也太天真了，你以为我坐牢就算了吗？他们现在只是不敢公然违背太祖高皇帝的遗训，暂时把我关起来。过一阵子，他们一定会找个借口来害我的。那该如何是好？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咱们找人宰了包黑子，一了百了。文义，不许胡说。包大人是朝廷重臣，你要是害了他，连皇上也保不了你啊。咱们柴家有免死金诏，怕什么？免死金诏只适用于在位的小商王一个人，不是人人可以免死的。哦，是吗？你想干什么？爹，反正你在牢里，要杀人只有你能去干。你想干什么？爹，你不是小山王吗？小山王不是做什么都可以吗？你再这么犹犹豫豫，等我被害死了，咱们柴家绝了后，你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包大人公正廉明，他不会阴谋害你吗？爹，你要是不关心你儿子的死活，你以后就不必再来看我了。文义，
开封府人才济济，要杀包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爹，我又不是叫你真的去救他，你不是说那个什么富国神通的公主有通天彻地的本领吗？爹，你求求他就成了。不行，我太对不起他们母女两个人，他怎么会肯替我杀人呢？爹，他放着护国神功的公主不做，千里迢迢来找你，对你也够吃的了。你只要低声下气的去求他，多说些甜言蜜语，你叫他去死，他都会肯的。杨二公子，皇上旨意已决，差文义免死已成定局，本府也无可奈何。包大人不必为难，我只求大人也将我送进牢里，让我跟差文义拼个死活。大人，差文义既不能杀，关在牢里还要代为上宾，不如把他放了。展护卫，你可是想以江湖规矩去制裁那柴文义？本府若是答应于你，无异于纵容私斗，知法犯法，万万不可。难道就让柴文义逍遥法外？我家的血海深仇何时能报？二公子，天网睽睽，我不相信。什么人？啊，莲花。张龙。是。包大人，才文义子指财政，说服了我娘。我娘今晚会派人来刺杀你，大人还是躲一躲吧。莲花姑娘，本府与你娘无仇无怨，她不该是非不分。包大人，财政对我娘动之以情，答应只要杀了你，救出才文义，他们父子就随我们回大辽去，永世不离。你娘也太相信他的话。柴家乃是我大宋的望族，世代享有殊荣，贸然逃往宋敌的领地，非但断送了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，也让柴家祖先蒙羞。柴王爷绝不肯这样做。但我娘旧情未断，已经答应他了。莲花姑娘，历年要害包大人的何止万千，开封府上人自保，姑娘放心吧。展大人有所不知，我娘不是普通江湖人，她杀人不用自己出手的，她只要派我师姐出马，你们就难以对付。你师姐武功很高吗？我师姐不是人，她是被供奉在护国神宫里的一个千年精灵，她可以随时附身在任何人身上操控他，而且还可以随时转移，降临凡圣府。大人，就让属下来对付他。莲花姑娘，多谢你的好意。自古邪不胜正，本府是不会避开的。再说，说不定这是一个制裁柴文义的好机会。我也料到包大人的个性。这样吧，你们开封府有没有神堂之类的进士？最好没有窗户的。本府有一处进修之所，供养我佛。好，今晚就请大家委屈一下，听我指令行事。姑娘要留下来帮忙。我讨厌柴家的人。
我师姐来了。如何才能杀了他？这个精灵，他只要感应到某一种身上的血光，他就可以附身在任何人身上。如果那个被附身的人受伤，他马上就会转附到对方身上，生生不息，极难共度。不过如果他完成不了任务，他就会随着天性阳光而化作幽城。所以我们不需要杀他，只要设法控制他，一直挨到天亮就行了。 身上，公孙先生，快救人！是。 永远就不会消失，我刚一把剑刺向我自己的死，你这是何苦呢，莲花？这，你也不喜欢我，连一句好听的话都不肯说，活着有什么意思？啊？你想听我说什么话？ 只要你把对姐姐的话分一点点给我，你跟你姐姐一样好。莲花，我恨不得能对你像对她一样。姐夫，你有这份心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莲花，我要去找我姐姐。
为公主，莲花是母亲生的，你何苦为了柴家父子，连母女之情都不顾？这是我的家务事，杨家宝，放下他。包拯久闻大辽护国神功的威名，今日有缘，一睹公主的风采，实乃万幸。包大人，听说你日断阳，夜断阴，本公主。 想向你讨教讨教，韦公主，休得无礼。哦，你们是仗着人多。你们都退下，大人，退下。是。韦公主。 大辽护国神功地位崇高，与开封府又是泾河不犯，韦公主何必降尊低贵，千里迢迢来到此处与我等为难呢？你如果害怕，可以求饶。韦公主，包拯不想与你为敌，乃是为大局着想。宋辽两国原本不睦，本府若是伤了你， 只怕又挑起两国战端。<笑>就凭你们几个，岂能伤得了我？好，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本宫的移魂大法。韦公主既是为本府而来，就让本府试试你的移魂大法。大人，此法共心不行，上任有无形，使被死罪。哼，自古邪若圣正。 世间岂有公理？只要行直端正，不欺鬼神，本府深信，无人可以左右本府意志。韦公主，请赐教。包大人真是正气凛然，讨教我父母。大人小心，他开始施法了。 公主，你在大辽身居庙堂，位极尊荣，却为何要自贬身价，不问是非，只为了一个人面兽心的柴门驿而插手一国之事？包大人，别人看我高高在上，敬鬼神而远之，谁知道我也是个有血有肉、有情有泪的寻常女子。
我插手管你们的事情，只因为我想得到一个我忘不了的男人。韦公主，你痴心若此，天下女子都当为你一举同情之内。不过你的一片痴心换来的却是一番谎言，他不过是利用于你，一旦你失去利用价值，甚至危害到他的身份地位，他将会对你弃如敝屣。我不相信他不会这样对我的。答应我，只要我把这件事情办好，他就随我回大辽，带着我跟我女儿一起过日子。韦公主，你若是不信本府的话，不妨赌上一回，本府现在就答应你。若你那念念不忘之人真如你所说，本府立刻放了柴文义，让他们父子二人随你同返大辽。若是本府不幸而言中，你就从此不得插手此事，如何？包大人，遣人急邀本王，不知所谓何事。王爷，不过是一桩小事。昨夜有名女子假借王爷的名义潜入开封府图谋不轨，被本府当场逮捕。烦劳王爷前来辨认一下，看看此人是否真如他自己所说，与王爷交情深厚，受托而来。包大人不可轻信人言，像那种行为不检的女人，本王怎会认得？王爷错了，此女并非什么行为不检的女人，她自称乃是大辽护国神宫的公主，与王爷相识20年。荒唐！想我柴家世受皇恩，怎会跟辽狗的公主扯上关系？说的也是，不过此女胆敢诋毁王爷的声誉，如此可恶，非严惩不可。正是，王爷，可要与他见上一面？本府不想错杀无辜。不必了，如果他胆敢再诬判本王，包大人尽管铡了他。柴正，狼心狗肺的东西！王爷，就是这名人。恩断义绝，休再提起。你听我说，我裴公子，请息怒。你若杀了柴王爷，只怕离不开开封。离不开就离不开。20年，见了面，说他的花言巧语。哄骗的差点变成杀人凶手，最后换来的一口一个行为不检，一口一个撩口。柴正，我算认清了你。夫人，我有苦衷，我是韦公主。男女之情，纵使两厢情愿，又是造化弄人，世间也常见怨恨。如今王爷负心，情非得已，就算你将他碎尸万段，也无补于事。何不听本府一言，收拾了这点烦心，回去做你的公主，你们两家恩怨一笔勾销。包大人说的是，本王这就向你道歉。20年相思，3000里路遥，其实一句道歉就可以勾销得了。秦娘，那你要本王怎么做？
说上几句好话。这好办，我们的女儿呢？就在后堂。莲花，你再怎么叫他，他也不会理你。曾跪在地上叫你爹，伸出心来赶他走。莲花，你醒过来吧，莲花，我的女儿。你的错，莲花，只要你醒过来，爹一定好好疼你。请你来是有些后事请你安排。文艺，不要闹小孩子脾气。我就是这个脾气，要让我在这个鬼地方再待一天，我宁愿上吊自杀。文艺，你再忍一忍，爹不是正给你想办法吗？你就会这么说？你敢去皇上面前替我求情吗？你连包惠子都动不了。文艺，你能逃过开封府的铡刀已经是皇上的额外恩宠了。三五年很快就过，你就当成修心养性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就知道你没用，你走吧，让我死了算了，活该咱们柴家应该绝后。文艺，你不要逼我，爹什么办法都想过了。那倒未必，至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我马上出去，就看你肯不肯做好。爹不会再去帮你杀人了。谁要你去杀人？爹，我商量商量，你上次不是说咱们柴家的免死金罩只适用于在位的小三王爷？回头如果你把小三王的位置传给我，那我就没罪，马上就可以出去了。小三王的王位是世袭的，可以代代相传，但不能私相授受。除非我死了，否则是不能私自传授给你的。该想的还没使劲，够了吧？你，你教子无方，恐
卑辈烫伤列祖列宗。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，等于是我亲手杀了我的亲生女儿。只剩下唯一根，为了维系柴家的香烟，我生则他死，我死则他生。柴正求堂上列祖列宗庇佑我，能因我之死让他重新做人，不再惹是生非，羞辱祖先，疑惑子孙。知道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焦王爷，不好了。什么事啊？王爷在府里悬梁自尽了。哦，包黑子。大人，小商王柴正上吊自尽。什么？何时发生的事？回大人，柴王爷到牢里去探望柴文义，据牢头说，柴王爷离去之事神色悲愤。柴王爷怎么会突然轻生呢？大人，柴王爷一死，柴文义就承袭小商王爵位了。哼，好个柴文义，白人呐，咱们升堂。见了本府因何不跪？包大人，此一时彼一时，昨日我是阶下囚，今日我父王已死，我乃现任小商王，主君之下，只对大宋朝的皇帝。好，柴文义，本府问你，令尊是因何而死？是为了抗议你处事不公，污蔑我柴家的声誉，陷害我柴家子孙。哼，据本府所知，是你为了承袭爵位以求免死，故而逼他悬梁自尽。父王执意求死，乃是爱子心切，是你所逼。你这禽兽不如的东西，今日本府拼着顶上乌纱不要，项上人头不保，一定要扎到你这个狗头。来人呐，摘去他的紫金冠，拖着他的滚龙宝。是。小商王有免死金诏，太子高皇帝的遗命，你敢抗旨？本府扎了你之后，再带着你的狗头去向皇上请罪。来人呐！来人，龙族长子龙。
爷们。太师，你休想为这畜生求情，今日本府偏将一死，也不容他苟活人间。包大人，老夫刚从柴家请出太祖皇帝赐颁的免死金诏，你听完以后再动手不迟。陈桥柴家有功国家，后世子孙永慕王根，小商王位代代相传，称此位者有罪不法，凡我赵氏子孙一体遵循，大宋文武臣民若有冒犯，罪连九族，钦此。包大人，老夫及时赶来也是一番好意，你若铡了柴文义，不但自己要罪连九族，而且还要连累皇上为宋氏的不孝子孙，这不忠不义的骂名，你自问扛得起吗？柴文义，包大人，你沐浴皇恩，不思尽忠报国，反而借此庇荫，胡作非为。你扪心自问，良心何在？天理何存？良心在这，天理在哪里？我就不知道了。天道循环，报应不爽。柴文义，你今日所为，乃是明日所受。别以为无人可以奈何于你，要知苍天有眼。老大人，本王可不是替你下葬，这开封府的龙头扎都抬上来了。你要杀就杀，本王不必替你废话。柴文义，你是杀还是不杀？别婆婆妈妈托你的。包大人，你的一张黑脸都变红了，一句话真。本王生就是命硬，福寿双全，你何必跟命斗呢？啊！柴文义，龙头铡饶过你，斩我饶不过你。敢护卫，杀不得。大人，不杀柴文义，如何对得起开封府铡刀下的亡魂？杀了他，有任何罪，翟某一人承担。张护卫，本府何尝不想除去此僚？只是他若一死，他一身污险，非但会弄脏了开封府，还要玷污大宋皇室，让皇上背下不孝子孙的污名，不值得。包大人，告辞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包大人，告辞了。
苍天，包拯若是扎了那柴文义，则尤为圣旨，视为不忠；而那柴文义若是不死，则何以面对天下百姓，屈死冤魂？公理正义亦将荡然无存。两难之境，包拯为由辞官，以昭天下，以谢皇恩。将杀害小商王的嫌犯给老夫拿下！且慢，太师，何来杀人嫌犯？包大人可不见那杨家宝用枭术将那小商王杀害吗？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那小商王可是已死？是的。小商王既死，爵位不能虚选，柴家可由后人继承。回大人话，据学生所知，柴府已剩下柴王爷的半子柴文廷的夫婿杨家宝了。如此说来，那杨家宝已然袭爵，他才是小商王。大人说的没错，那杨家宝既已袭爵，小商王又免死今朝，有罪不罚。太师，你可还要将他治罪不成？这强词夺理，老夫不服。好，明日上朝，皇上面前评理去。班服奉陪，快走。回府。天有眼。